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传奇故事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一、巧克力山的甜蜜传说，瑞士的美味冒险；二、魔法纺车的爱情丝线，保加利亚的纺织奇缘；三、天空之城的隐形守门人，不丹的高空秘境。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巧克力山的甜蜜传说，瑞士的美味冒险。 各位亲爱的朋友、同学、巧克力爱好者，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甜蜜的主题——巧克力山的甜蜜传说，瑞士的美味冒险。这个故事哦，不仅仅是一个故事，它是一段历史，一段文化，还有一段让人垂涎三尺的美食之旅。首先，让我们来点幽默，想象一下，瑞士的阿尔卑斯山脉中有一座由纯巧克力构成的山——巧克力山。这座山不仅仅是由牛奶巧克力构成，它的山腰是浓郁的黑巧克力。 山顶覆盖着白巧克力的积雪，而山脚下流淌着热腾腾的焦糖河流。当然，这只是一个幻想，但这个幻想却是瑞士巧克力美味的真实写照。瑞士这个被誉为“巧克力天堂”的国家，对巧克力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瑞士人不仅发明了牛奶巧克力，还创造了融化口中的那种丝滑质感，这要归功于他们发明的锤炼 （conching） 工艺。这个过程就像是对巧克力进行了一场马拉松式的按摩。 直到它变得顺滑无比。现在，让我们来谈谈那些传说中的巧克力山。在瑞士的每一个角落，你都能找到巧克力的痕迹。从琳琅满目的巧克力商店到那些专门为巧克力爱好者设计的旅游路线，瑞士人对巧克力的热爱无处不在。他们甚至有一个巧克力火车，可以带你穿越那些巧克力工厂和美丽的风景，让你一边欣赏阿尔卑斯山的壮丽，一边品尝最纯正的瑞士巧克力。但是， 巧克力山的传说并不仅仅是关于美食的享受，它还象征着瑞士人对品质的坚持和对创新的追求。从最早的巧克力棒到今天的各种创意巧克力，瑞士人一直在不断的探索和创新，将巧克力的艺术推向新的高度。所以，下次当你咬下一块瑞士巧克力时，不妨想象一下自己正在攀登那座甜蜜的巧克力山，每一口都是对瑞士人精湛工艺的致敬。记住，这不仅仅是一块巧克力，这是一段冒险。 一段历史，一段文化，还有一段关于追求完美的甜蜜旅程。现在，如果你允许的话，我将结束这场甜蜜的演讲，因为我需要去攀登我自己的巧克力山，也就是我办公桌上那堆积如山的瑞士巧克力吃品。祝大家有一个甜蜜的一天。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魔法纺车的爱情丝线，保加利亚的纺织奇缘。各位亲爱的学子和爱情冒险家。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来自遥远保加利亚的奇妙故事——魔法纺车的爱情丝线。这不仅是一个关于纺织的故事，更是一段织就爱情与命运的传奇。在保加利亚的传统中，纺织不仅仅是一种生计手段，它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社会的纽带。想象一下，在古老的保加利亚村落里，女孩们从小就学习如何使用纺车，她们的手指灵巧的在纺车上飞舞，就像是在施展魔法一样，将羊毛变成了线，线织成了布。 布缝成了衣，而这些衣物不仅仅是用来遮体避寒，它们的图案和颜色中蕴含着丰富的象征意义，甚至被认为能够带来好运和辟邪。但让我们回到魔法纺车的爱情丝线这个故事。相传，在一个古老的保加利亚村庄中，有一位年轻的女子，她的纺织技艺高超到连神明都为之惊叹。她的纺车不是普通的木头制成，而是由一位神秘巫师赋予魔力的神器。这位女子每次用纺车纺织时， 他的爱情愿望就会随着丝线一起编织进布料中。有一天，一位英俊的旅人来到了村庄，他被女子织的布所吸引，不仅因为它的美丽，更因为她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深情。他们的爱情就像那纺织出的布一样，经过时间的考验，越发坚韧与温暖。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爱情就像纺织一样，需要耐心和细心，需要一丝不苟的投入。每一根线都承载着情感，每一次针脚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而当你的爱情纺织的足够坚固时，即使是命运的风暴也无法将它撕裂。当然，我们今天不太可能在市面上找到真正的魔法纺车，但这不妨碍我们用自己的方式编织爱情的丝线。无论是在保加利亚的乡间，还是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爱情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它需要的是时间、耐心和对美好未来的共同期待。所以，亲爱的学子们，当你们在寻找爱情的时候，不妨想想那位保加利亚女子，用你们的行动和心意。 仿制出属于自己的爱情故事，而谁知道呢？也许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你们也会遇到那位能够感受你们情感的女人，共同编织出一段永恒的爱情传奇。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天空之城的隐形守门人，不丹的高空秘境。各位亲爱的学者、探险家以及梦想中的飞行者，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神秘的主题——天空之城的隐形守门人，不丹的高空秘境。 这个主题听起来就像是从某部史诗奇幻小说中跳出来的，但我向你们保证，这比任何小说中的描述都要真实。首先，让我们来定位一下不丹。不丹这个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中的国家，以其幸福指数高著称，而且是世界上唯一的碳负排放国家。这里的空气比超市里的有机食品还要纯净，这里的风景比你 Instagram 上的滤镜还要迷人。现在，让我们来谈谈那些隐形的守门人，在不丹。 有一些地方是如此的神圣，以至于传说中只有纯洁的心灵才能见到它们。这些地方就像是天空之城，悬浮在云端之上，远离尘世的喧嚣。而守护这些秘境的，不是刀枪不入的战士，也不是会施法的巫师，而是一群隐形的守门人，传说中的神灵和自然的力量。其中最著名的高空秘境莫过于虎穴寺 （Tiger's Nest Monastery），也叫做帕罗塔克桑 （Paro t a x a n 这座寺庙建在悬崖上。 距离地面约三千一百二十米，看起来就像是随时会飞走似的。传说中，这里是莲花生大师 Guru Rinpoche 骑着一只母虎飞来的地方，他在这里冥想了三个月，从而击退了当地的恶魔。但是，这些隐形的守门人并不是随便让人进入的。想要到达虎穴寺，你得先征服一条陡峭的山路，途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小考验，比如说突如其来的暴风雪，或者是一条好奇的猴子想要检查你的背包是否带了足够的零食。当然。 这些隐形守门人也有幽默感，他们可能会在你攀爬的时候让一束阳光照亮你的路，或者在你疲惫不堪时，拍一只鸟在你旁边唱歌。这是他们的方式，提醒你即使在艰难的旅途中，也不要忘记欣赏周围的美好。最后，当你站在虎穴寺前，望着那些由风化的石头和岁月的静默构成的墙壁，你会明白，这些隐形的守门人其实一直在那里守护着这片神圣的土地，等待着那些真正寻求智慧和平静的旅人。 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去不丹，记得带上你最纯洁的心灵和一点点幽默感，去寻找那些隐形的守门人。谁知道呢？也许在那片高空秘境中，你会找到自己的天空之城。亲爱的观众们，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三个令人惊叹的故事：巧克力山的甜蜜传说、魔法纺车的爱情丝线和天空之城的隐形守门人。这些故事不仅仅是关于美食、爱情和探险。 更是关于人类的创造力和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从瑞士的巧克力山，我们看到了瑞士人对巧克力艺术的热爱和创新精神；从保加利亚的纺织奇缘，我们看到了爱情的细腻和坚韧；从不丹的高空秘境，我们看到了自然和神圣的力量。这些故事都教会了我们一个重要的道理：追求完美和创造美好是人类的天性，无论是在食物、爱情还是冒险中。 所以，亲爱的观众们，我想问问你们，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你们有没有经历过类似的冒险？你们在追求完美时遇到了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分享和讨论吧。最后，我想感谢大家的聆听和参与。这个六度世界充满了无穷的奇遇和惊喜，我们只需保持开放的心态，就能发现更多令人惊叹的故事和冒险。所以，继续探索，继续追寻你们的巧克力山。 纺织奇缘和高空秘境，愿你们都能有一个甜蜜的一天。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纂、设计、制作，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谢谢大家收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